欢迎回来，双鱼，一来就卡痰。我们今天要工商杏仁豆腐啊？没有了，没收钱啦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纯粹就是大鱼爱吃。好想吃啊，吃那个可以，那个魔记可以来找我吗？我的信箱提到大鱼粉丝团，卡贝也来100分。没有啊，今天要玩这个。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要玩麦块，哎，玩麦块，你会玩麦块吗？我以前有玩过，但是我觉得我可能没有什么创造力，于是乎今天就来训练你的创造力。于是乎就是觉得玩起来有点无聊，然后那时候我玩竟然会3D，我也是服了。真的还假的？真的，我很夸张，就是。我玩一些游戏是会3D晕，但是玩麦块我竟然就晕了，所以导致我那时候很多人常常在一起玩的时候，我是没有在玩。我觉得有时候那个会3D晕是因为太画面太大了，你把画面缩小一点可能就比较好一点。哦，你说不要全萤幕玩。对，不要全萤幕玩。哦，那我觉得应该会改变，因为他毕竟真的蛮马赛克的。对，他蛮马赛克的。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，也以为他是几十年前出的游戏。我第一眼也是，可是没想到，我觉得他的多边形让大家就非常喜欢。对啊，大家爱不释手。而且你到现在也常常在出吗？没错，每天都出。这个是操作说明书。它的麦块版应该跟电脑不会差太多吧？基本上都是一样的。它这一次 PS4 版推出了连线功能，就是我可以跟你一起玩。可是我听说这个功能好像是要付费的吧，在 PS4 上面 ，PS 上面是要付费的。嗯，就是你创了一个伺服器，别人就可以来加开，就有点像是我开一个房间让大家来玩的感觉。OK， 那 PS 我你刚才是不是想歪了？想到其他地方了，开一个房间。那 PSN 呢？那 PSN 呢？应该是同可以一起玩的。那就是要那个才可以的吧？我觉得应该是他们同一家主机的，应该都可以。像那个他们还有更神的，就是。好像连手机都可以一起玩，真假的？跨平台连线，买了，买了，主机版的麦块买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有在麦块画面了。那我想玩摇杆只有一只哦，摇杆有两只，等一下进去的时候可以一起玩。在哪里？它可以分上下分割画面。另外一只哪里？年纪大了。下面那边地上。这个这个没有啊？有了，你拿摇杆就有了。我们现在有两个摇杆了。这里。你不是说地上吗？这个吗？你是不是不方便到地上？我帮你拿。不方便到地上，我帮你拿。一姐，请。年纪大了，很吃力啊。啊！你不方便。啊！我要按什么？按全按叉叉。启动伺服器了。我已经加入了吗？你已经加入了，有没有很神奇？等一下你就会看到上下分割画面。有没有看到上下分割画面？哦，一个是我的哟，我是上面的。哎，我们是没有在一块吗？我是上面，你是下面的，有吧？你应该就在附近而已吧？我感觉自己瞎了，很暗。欸、真的，现在晚上有点暗。没有办法有火吗？前面一定要钻木才有火吗？我们现在是创造模式啦，因为今天我们要你盖我拆嘛，是啊、就是我盖一个，你盖一个，然后拆我们再盖什么、啊，所以我们是有东西可以，是可以直接拿的。那怎么按？按物品栏，按三角形，三角形会打开你的物品栏。OK。然后那个，如果是创造模式的话，你先跳出来，按圈圈跳出来。OK。按正方形会看到所有东西。OK。哦。然后选单可以按上面左右，第一键 R1 R2 会切换上面的选单。为什么我的没有切换？你的没有吗？我按了。哦。你现在他还在你还在说明模式，所以才会这样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然后第二个选单里面有火把，我们可以拿，按一下它就会到下面来了。哦，这个叉叉都是确认。OK。OK， 哎，等下没有没有。按叉是不是？按叉。哦，好。按叉。第二个对，然后中间有一根火把。好，点。然后我们有了之后，那个你现在如果有点高的话，按这一颗是下降，按这一颗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右键蘑菇头。嗯，那个叉叉是往上飞。哦。连按两下的话，它就会掉下来。好。那一样是上面可以选。你怎么马上把？我一直把它掉在地上，怎么捡啦、啊？我插火把了，你在哪里？我去找你。
怎么剪？怎么插嘛？怎么剪啊？那个走过去它就剪起来了，你就可以吸到那一根火把。你走过去了没有？竟然没哎、有吸起来了、嗯。然后那个 L 2是放置，对，然后 R 2是破坏。OK OK， 你现在在哪里？我不知道，我先放一点火把。你先放一点火把，我也要放一点火把，不然好暗哦。耶、yeah ！你在哪？我这里有鸡。我是放火柴的小女孩，放火。哎、我跟你真的有点远了。放火低能。我找不到你耶，我找不到你。那算了啦，来执行你盖我栽好了。问题是你没有找到我，你要怎么盖？要怎么拆？因为我刚才看到你那边有丛林啊，我这里没有哎。而且你家有雪的地方哎。对啊，我在冰。哎、这是什么？我在冰次地形这里。这是羊。这个是羊。我刚才捡到几颗鸡蛋。吓死我妈的！还是我们现在就来你盖我拆？问题是你又不能来我这，你要怎么拆？我可以看到你的画面啊。那你要怎么拆啊？你盖完之后，我就看你的画面拆啊。我们可以一起盖，我盖一个，你盖一个，怎么样？不是啊，你不是人要来我这才能拆。不用啊。你要跟我换手把意思、啊？不是啊，为什么要你盖好了，我看着你的画面，不就可以拆了吗？你怎么了？不是，那你不是要先找我吗？我只是我找不到你啊，所以我放弃了。啊，我也把火把丢掉了。啊，我是智障。啊，我找不到你，我放弃了。我的火把，你可以按正方形之后，你可以选择你要的方块，然后你心中想一个题目，我想一个，然后我盖给你猜，你盖给我猜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啊，好哦，那我也要来盖。盖是不是要先去找一个空？你要盖什么类型的？吃的、喝的，不然太难猜了。我要吃的、喝的、用的。猜啊！我一直以为是拆掉的，拆了靠！不是啊，拆。我想说很头痛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拆掉的拆。我想说你到底是要拆什么啦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这么快就呛了？不是啊，我刚刚就真的想很久，我想说你到底是在攻山啊？拆东西的拆，好不好？不是拆掉的拆。那有个僵尸哎。你现在创造模式，他不会对你怎么样。我连玩这个都会怕。不要怕，不要怕。全家问号。来啊，看！我要来盖东西了。为什么它有花在飞？它是僵尸吗？这是什么啊？哦，这个是特别的怪，它叫 Enderman， 中介使者。它身上会跑出那些紫色的光晕。所以呢？所以因为你是创造模式，所以不用怕。要不然它平常会打我？平常不会，平常它是中立怪，你看到它的脸，它才会不爽。我背对他就可以了，是他一直在看我，来给你一个火把，一个火把，我要盖东西喽，我们盖吃的好不好？我要我不要，我要盖卡通人物。你要盖卡通人物是不是？对。那我也盖一个卡通人物，好啊，然后让你猜。问题是我要先找到一个空地吧？空地可以用打的打出来。我要慢慢打，很烦哎，一堆树哎，麻烦。好好好，你用飞的，按叉叉可以往上飞。按一下就好了，不行吗？完了。等一下，我试看看。按着可以往上飞。他为什么在跳？跳跳跳，回送。交换，交换的吧。所以我要盖在天空上。你这为什么拿过什么湿湿的？对不起啊，我出水了，好不好？恶心哎！你的真的只会跳好难受。好，你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。为什么刚刚有树飞不起来哦？好了，换回来。湿湿的。换回来。怎么两个都湿湿的？救命啊！吵到出水，湿湿的。我错了，这个我不行。所以要盖什么？卡通人物啊。卡通人物是不是？对啊。我想一个卡通人物。我玩到什么了？想一个卡通人物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聊天室。那个聊天室只有几行，看不清楚。等一下，卡通人物哦，忽然这样说，我都不知道盖什么。好，我想到了。要来盖。我救火吧。盖建筑物。怎么样？你会切换吗？你按一下正方形，你可以选你要的材料就可以盖了。好啊，
我可以盖在天上后。通常要沿着地板盖，那边比较空，你可以去那一块。哇，我怎么走那么慢？你往前推，快推两下。怎么样？我看到左上角的人跑得很快了。快推两下，有跑得比较快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应该要交换手法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一个人是男的。还没差啦。你这一个是男的，我要来盖喽。砰！看一下要怎么盖。盖这个好了，盖在这里。放智慧齁，你会放？你会吗？就放火把嘛，就跟放火把一样，对啊，就可以放了。然后可以飞，可以放，这样。好啊。会齁，会齁，可以齁。好啊。好啊。好啊，你怎么这么厌世啊？好啊，就这样吗？好哦，来哦。哇哦。我们不要盖得太复杂，不然盖到好都已经三小时过去了，有没有？那我们盖简单一点。盖简单的。盖到你猜得出来就好了。好难哦。好难哦！盖这里，你可以开始拆啦。我盖，慢慢有形状了。沙小啊，慢慢有形状了。我全家问号啊。你在选吗？选东西吗？嘿，对对对。我是不是按错了？你切换到那个好了，第一格。你切换到第一格，它这里的方块会比较多，你往下会选会有一些颜色。有了吗？有了齁。那我要继续盖咯，你可以齁。你可以，我就要来咯。来什么啦？奇怪，来什么啦？这讲话怪怪的，我自己都觉得怪怪的。来什么啦？奇怪。随便随便，好，好。我还有方块没拿好。看一下要拿什么比较好。你有要盖东西的意思吗？就是这样子吧。你在干嘛？对啊，你在干嘛？不好意思，我操。黄色的。我操作障碍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黄色的东西是什么？鸭子。你他妈的，我都还没盖就拆。我想赶快拆完，你就不需要盖，不要这么痛苦。不行不行。看一下，我盖拿这个上面的这个好了，好这个。我觉得我玩起来就是很手脑不协调，因为它的按键很多，然后我就一直按错。它的按键真的不少啊。就是比较没有在玩，就很像智障。我不知道现在看起来是怎样，一堆方块，可以加问号。啊，我对这个很没有艺术感。你盖的怎么样了？我不知道在干嘛。黄色的东西，黄色小鸭，我目前只想到这个而已。我不记得我在干嘛。大鱼，我盖的差不多了。啊？要不要看一下？你是沙小啊？卡通人物哎、啊，卡通人物啊。妈，一坨黑黑的鹿角。卡通人物啊？什么啦？你没看出来是谁哦？我看起来像灰灰鹿角哎。卡通人物哎？哪有像啦？猜一下好不好？完全就不像，就像一个鹿角而已。哪有？已经猜得出来了好不好？哪有啦？为什么不猜？我是说鹿角没干。你就鄙弃我的用心，鄙弃我的用心。猜一下，再猜一下，除了鹿角，你还有要猜什么？实在是看不出来。鹿角啊，已经有人蓝鼻子啊，有没有？观众都猜出来了。盖得多棒啊！无言，你好意思哦？你好意思你？观众都有猜出来哎。你好意思你？
可见我盖得很好，我把它画黑眼睛好了。你要确定呢？我这个操作有障碍啊。你远一点，我看一下你到底盖了什么。还没盖好。你到底盖了什么？我看一下。我的有人猜出来了，我可以不用盖了。快死！我的有人猜出来了。看来我还蛮厉害的嘛。蛮像的啊，对不对？买块老人，你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月饼。是。哎，对，凤梨有像。所以再一点好了。金元宝。金元宝。他们说还要再盖帽子哎。哇，你们要求很多哎，要求很多，盖就盖嘛。我觉得我盖成别的了哎。你盖成什么东西？那我把它盖成别的。不是啊，我有点想不起来长什么样子。狮子王，对不对？辛巴，不是吗？不然是什么东西啦？我觉得辛巴很像啊，不是吗？下来。哇，他这是最新版本呢，已经有新的颜色了，新的釉色。我是不是一定要只能贴上去才可以啊？是吗？哎，按错。我是一定要只能贴上去才可以，是不是？对，你只能一直往上叠，不能凭空放。哦，好吧，那就不能做得太立体了，对不对？哎。我打从一开始就没有挑战立体的，都在做平面的。原来我误会了，抱歉。你好强哦！我打从一开始就没有考虑要做立体了。真的是有在玩吗？有啊有啊。在玩吗？不好意思。我有啊，我有玩啊，你干嘛这样？有在玩吗？请问一下。我只是没有你富有挑战性而已啊。我的目标是让人家猜出来嘛。跟你的我猜不出来一样嘞。你远一点，我看一下。还没好啦。哦，我在操作上面很有障碍。这到底是什么？因为你可以忽略这个颜色，它只是老皮，对不对？怎么啦？就是那个啊，探险活宝老皮，有像，对不对？不想说话。还蛮盖的，蛮棒的哎。不想说话子。那绝对不是，绝对又不是了，老皮不是。乖乖乖乖乖乖哎、欸、不能这样子哦、喔、干烦死了哎、欸、耳朵长不出来了啦，不是老皮是什么？还有耳朵，老皮没有耳朵啊、欸、啊变成一只狗了，布鲁托，原来是布鲁托啊，哈，狗了，早说嘛，变成一只狗了。不拖嘛，对不对？好吧，就这样吧。因为我觉得，因为它不能凭空盖，所以我想盖的形状盖不出来。不拖。哎，我放弃了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、啊？随便你猜，它是什么？是什么？维尼熊？不是。不是维尼。它现在哪里像维尼熊啊？干。蛮像的，蛮像的。老实讲。你就像是哈士奇。黄色。我本来要盖维尼熊的啦。可是没办法盖立体的耳朵、哦。可以啊，圆的耳朵啊，可以啊，可是麦块都是正方形啊，不是啊，问题是你看我这边左边还要再放，就叠，一定要叠东西上来。你要放旁边，放旁边。什么叫放旁边？就是你绕到旁边可以放在旁边，像我这个也可以粘在旁边哦。可以啊，可以粘在旁边啊。早点说啊，早点说嘛。你真的很像布鲁托哎。妈的，害我把它画成一只狗了。布鲁托。哎、欸，还蛮像的哎，维尼熊还蛮像的哎。哎，像，现在你就偷用一只狗的，凸出来的鼻子，啊、那个维尼熊还戴着一个帽子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吧？你这样再盖下去，就真的变布鲁托了。圆形到底要怎么画？圆形很难画哎。布鲁托来了。好丑哦，我觉得还是刚才那样好了啦，就是一只狗，一只哈士奇就好了。布鲁托。好啦，就当一只哈士奇，你乖乖的啊！好好笑哦。
看来我盖的乔巴还大家还看得出来。你那个拿垃圾？什么垃圾？我觉得我盖的比较有艺术感。我要去给他点灯了。我要点灯，点到他眼睛上。好，我要来。哎，你不觉得很像乔巴吗？我自己要讲有没有？不然再来一题啊？怎么样？哎，好久久有神呢。你看。哇，你一开始你真的很像盖狮子王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看到一半也觉得超像辛巴啊，因为我完全没有玩过来，我觉得我第一次玩盖这样已经算是蛮有天分的了。盖吃的好不好？啊，盖吃的，盖吃的，盖一点，盖台湾小吃。我盖一个台湾小吃好不好？台湾小吃街是吗？对，台湾小吃比拼，再盖一题啊。你的那个维尼熊还蛮像的。下来啦，好了，给你们看一下我的狗。狗纪念单身狗的日子100年。你的狗。好了，我要再盖第二题哦。好啊，我要盖一个台湾小吃，吃的嘛。好，好，台湾小吃干什么啊？我要盖，先拿东西。蛋糕王子也来看大雨。安安，蛋糕王子是谁？蛋糕王子是谁？聊天室你们想要看什么？我来拿东西。啊，今天这么厌世？没有啊，还好吧。这个好了。还是这个？你才单身狗嘞。对啊，我是啊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不服出来讲啊，干。好凶哦。我只是脾气比较不好而已。哎，不对，盖错颜色了。哦，好好好好好，我来看一下材料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很像。这个颜色用双层的好。这个，我觉得我这次会盖的比刚刚更好看，更好吃。可是我这个盖起来很简单。真的吗？你不会跟我说你要盖什么米血，然后就盖一块黑色的吗？我不跟你说。你怎么？你已经被我猜到了，是不是？哎，黑色的有很多哎，搞不好鸭血也是啊。麻辣鸭血。嗯。盖我盖。我看一下你拿的颜色。那个应该要猜什么吐司，对不对？蛋包饭，假赛啦！马上就猜有没有？还没有盖就在猜，假赛啦！赛啦！盖，我盖。嗯，哦，忘记拿了。我盖的差不多了。真假的？我吐得好慢。我差不多可以猜了。哦，这里好暗哦，我有点瞎了，又看不见了。这里确实比较暗一点。天哪，又看不到路了，爸爸。插个火把吧。爸爸，晚上会比较暗一点。不能一直白天吗？我盖的差不多了。不能一直白天吗？好像，如果是电脑版我会了。好吧。我盖好了，要不要拆一下？在哪？在这里。好暗哦，看不见，我拒绝。我去插，我插个火把。我要白天再烤。要不要擦一下？问号。擦一下，我们要擦一下。我要传单，给我传票。来，你看，哇，好浪漫哦！这个。肥仔，这就是浪漫，知道吗？我一个。我刚刚在挑材料。我应该再拿一点。拿一点东西装饰一下。
哦，好的。你在盖盘子吗？对啊。你在盖盘子吗？对啊，哪有人草直接放在草地上的啦？哦，林子老叔，好好叔。因为教大鱼可以开。可以啊，我有教他。哎，我盖完了，我盖的差不多了。好啦，你要不要猜一下啦？有人猜出来了啦。热狗堡汉堡，是很敷衍吗？听到有人在笑，超敷衍的。有人猜出来啦，我盖的是大肠包小肠，有没有？上酒啦，我再看一遍。屁啦，大肠包小肠有没有？旁边还有香菜。我不行，你这样我真不行。你不行哦。我觉得我盖得很好啊，大家都有猜出来。欸，哦，这里少一块。换我们猜你的。我还在画盘子哎。啊！你还在盖盘子哦？对啊。那就蛋包饭啦，我猜蛋包饭。不是。不是。我忘记这里是不是长一样了。还蛮像的啊，对不对？那个也太绿了吧。还被你们嫌有没有？香菜好像放太多了。另外一边放黄色的好了。这里少一块。好，然后看一下。要有包起来的感觉吗？好难哦。包起来。好难哦，我这个。唉，都是方的，盖起来都跟屎一样。大肠包小肠。不行啊，这个谁给我出的题目？妈的，出来讲。你这是什么东西？这题目不都你自己想的吗？又没有人叫你。题目不都是你自己想的？聊天室给我想的啦。那不然等一下你出吗？聊天室，干出来猜啊！你猜得到吗？是臭豆腐。快快的。真的还假的？是啊，哎，对啊，这是臭豆腐。那怎么办嘛？盖太大块不行，盖在一起又像屎一样。好，就这样吧。这臭豆腐？啊，对啊。你还嫌弃我的大肠包小肠？你有什么资格嫌弃我的大肠包小肠？你在笑热狗啦？你看大肠包小肠。你的像热狗，好不好？那我打断一点，打断你的香肠。你打断谁的？我没有香肠啊。你那个根本就是，就臭豆腐啊。喷在盘子上吧。厨余啊，哪里像你？连旁边的泡菜都没有。不是吧？你要怎样啦？干。你还嫌弃我的大肠包小肠？泡菜嘞，泡菜嘞。泡菜很难画哦。放几个泡菜啊？泡菜画不来啦。哦，这样应该。你这样嫌弃。好一点。这个你说鸡翅也行啊？哪有像啦？凤爪。鸡脚冻有没有？鸡米花、鸡块、炸鸡块、盐酥鸡、盐酥鸡，对啊，都蛮像的啊。敷衍的臭豆腐，这太敷衍了吧？不是啊，就没办法哦。不然你想一个你会盖的好不好？你觉得你盖得出来，一定很漂亮的。不要被我们觉得你很敷衍，你的盘子都比那个好吃。所以我的很用心在盖盘子啊。对啊，你的盘子，你的菜不用心，我们要猜的是菜啊。我要猜的是菜啊。再靠北你。那你再出一个。我想一想。家电怎么样？家电。家电好不好？盖一个家电怎么样？用电的器具，对不对？对对，用电的器具如何？可以吗？好啊。你这个很有趣哎。哎，为什么我不能盖了？你为什么不能盖了？你太靠近了，你视角可以瞧一下。哦。你太靠近就不能盖了。哦。你这在放辣椒吗？对啊。好了，家电好不好？家电。要不要稍微像一点？全家问号。
家电就盖这个好了。家电，家电哦，好难哦。我想到了，你不会盖一个黑黑的，然后就说这是 iPhone 吧？那是你吧？你不会做这种事情吧？更累，盖一块黑黑的，里面放几块玻璃，就说是 iPhone。你才全家都 iPhone。不会哦。不会啊，不会啊。好嘞，你盖好了？不是啦，我是说我拿好了。哇，都蓝色的哎，你在盖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盖起来，盖起来。为什么不行？下一这个，好，这个，不见了。为什么在转？你盖蓝色的底耶？有什么家电是蓝色的底吗？我也不知道。颜色是我随便配的，你随便配的，就是这样，我们怎么猜？怎样？不能当一个产品设计 PM 哦，我想要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。好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奇怪，请息怒，请息怒。为什么不行？我觉得我盖的不错哎，你要不要猜看看？我看一下，这里。哦呦。一个，有人猜出来了，可见我盖的还不错嘛。按错了。好嘞。拿一个按钮出来。为什么按铁方块要不给我盖？你那个其实不是方块。你那个其实不是方块，你知不知道？那是水哦。你往上一点，它应该还是可以盖。所以那是水哦。那个不是，那个是有点像是背包的工具，它应该是，你名字移过去一下，你可以看到它一样，它叫介福盒，它可以带在身上的，那带在身上，它算是随身包包。所以我选错了。对，你选错了。好了，我盖好了。我他妈的很生气。你觉得像什么？垃圾，妈的垃圾！可恶的东西！啊，你是看那个释迦牟尼佛？是释迦牟尼佛，我盖完了啦。妈的垃圾！我觉得我盖得很好啊，你不觉得吗？垃圾，我要盖钻石。我都盖好了，看你的了。释迦牟尼佛啊！释迦牟，我明明盖就很好。啊？有吗？不然我们等你盖。好啊。没有，我觉得我盖得很棒。你为什么每次都这么有自信？看一下哦。家电哦。对啊。往上飞一点。我想，再盖一点好了。呀，咻，哇哦，等一下，想一下你到底在盖什么？底下是一个圆盘。然后上面有一个铁电磁炉。不是，不是。你很难呢。
我觉得我要盖很久，因为我太有立体感了。哎、欸，我的太没立体感了，是不是？盖平面，这是最没诚意的麦块的实况 YouTuber 哎、欸。接下来被你批评我没诚意。被一个没有在玩的 YouTuber、欸。哎，可是我盖的，大家都猜得出来啊。是什么吗？你看他们马上就拆电锅了。好。你干嘛这么淡然？好，不屑有没有？好，好的，好的。哦，电风扇。你不要每次还没盖完就说，对不对？我猜中了哦。对，但是我要把它盖完。猜中了哦，我懂你。虽然你只盖一个高脚杯的脚而已。我还在想我要怎么盖。我很期待你盖完会长什么样子。我也不知道会长什么，因为我等在你，我完全都没有玩过这个，然后我就是凭空想象的盖而已。趁你在盖的时候，我来吃一下。等你盖。啊，我这个方形应该盖太长了，等一下可能要拆掉。我竟然被念有没有？念我很敷衍。你的就很敷衍啊，最敷衍的那种哎。哎，哪有？我觉得我盖得很好啊。敷衍归敷衍，可是一看就知道是什么，是不是？你不觉得我能猜到你盖电风扇很神吗？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啊！我的电风扇好像太大了，那这样应该可以。你这是在盖什么触控萤幕？等一下啦，我要先看一下形状，然后再拆掉。触控面板，先把这个放上去好了。不行啊，近一点。不是不是哦，我觉得我底盘盖太小了。底盘还太小哦。因为我要换风扇呢、啊。加油哦！我很期待啊。方块真的很难，画得很大。它可以。所以你看，我用短短几个方块就盖出来，你们觉得很厉害。所以我要把头盖大一点，然后这怕我就玩了一个小时。我还要继续盖，盖上瘾了。我觉得我有把你吊中了，有没有？不是，我有那个强迫症。对啊，就是很多都会想说，一个方块游戏有什么好玩的？然后，可是你实际去玩之后。你现在就变成一个成就感游戏，对，你现在就没有办法放下遥感了。没有，我一定要把它盖好。我是强迫症。你已经掉中了，强迫症患者，强迫症。那你刚刚的臭豆腐怎么没有强迫症？那个盖不出来，那个要盖很大很大很大，就是我盖的那个很小，就只能用一个一个的方块去当那个，你懂吗？我再看一下，你到底在盖什么，好不好？你不是已经猜到了吗？旁边真的很像大便。啊！退后一点点。啊！欸，有点像那个什么电蚊拍之类的。啊！我笑死啊！你盖得太大了吧？不然怎么办？那个风扇弄不出来。嗯，好吃哎。全家问号。欸，其实你刚刚应该盖杏仁豆腐就不需要这么辛苦了。不是，我觉得圆形的东西在方块里面是最麻烦的，有弧度的东西。我们很期待你会盖出什么东西。给我再盖一个 LED 屏幕，全家问号。真的很像哎，你已经盖到晚上了，从白天盖到晚上。这时候我们就要跟你讲。要多久？怎样？理解还要多久？怎样啦？你还想要盖多久？不然呢？要结束了吗？我们等你把电风扇盖完差不多了。等一下大家会不会就睡着了？嗯嗯。不行，这是我的创作大会。我出道强迫你们要看，对不对？我出道就看这次。出道就看这次。好了，好像够大了吧？好，我来后退找一下中心点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即便我有猜到，我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、啊。等一下，我电风扇后面那个头那个马上等一下，我现在好暗啊，看不清楚啊。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四六八
你说锅铲我也信了啦，好不好？烤盘呐、啊，哎、欸，你刚才说你再盖烤盘好了。等一下，我要找到中间啊。我要颜色。强迫鱼开始了，强迫鱼。哎、欸，他们讲的观众讲的更像哎、欸，什么那个运动场的灯啊？哦，真的吼。你在上面插几个火把就差不多了。运动场的灯。然后画个颜色，又是这个不行。哆啦 A 梦。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你把那个鼻子换成红色的，然后加几个胡须，就变哆啦 A 梦了。反正他也是机器人，很像家电嘛。哆啦 A 梦在哭泣。哆啦 A 梦在哭泣。啊！擦火把。啊！哎呦，在盖叶片呢。好不容易。近一点，好不好？往下一点啊，往下一点，蘑菇头按一下，一直不太会按。好，我来远远看一下，沙桥啊，这是有个垃圾。那个是眉毛嘛，我知道嘛。自己盖的还是自己先的、啊。眉毛嘛，对不对？那个鼻子嘛。我觉得这个这一块不用好了。啊，没有复制按钮啊，一个盖很慢呢、欸，真的很烦。很烦，你怎么说没耐心呢？你是第一天知道你，我就是因为知道我才摘得出电风扇的、啊，不然你看观众还没摘到，我就猜到了。啊，好好好好，哎，出来哦！哦，头很痛，我把它四个意思意思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觉得我操作的障碍。头很痛，是不是要休息了？你盖完就差不多了，你盖完就差不多了。我也觉得哦，整个都像看不到在玩什么东西附件一样哎。请问你行不行？其实操作不熟嘛，因为你今天第一次玩。不是，因为它那个视角调的有点上下是反逻辑的。你的是？左右颠倒吗？我习惯的可能是哦，你习惯的是左右颠倒，就是我直觉的可能是颠倒的，然后反正就是一直用起来会哦，会有点不习惯。那个正风扇不是正风扇，正风扇，正风扇。这个的物品名称我把它取叫正风扇好了，因为我没看过电风扇有出正方形的啦。它应该是圆的，可是我已经懒得把它削边了，真的。我是没看过圆的电风扇呢、啊，不是、啊，这个正方形的电风扇呢、啊。就这样不。所以你的正风扇完成了。少了一片叶片，再去补两颗哈。这样子转应该会重心不稳，然后会叶片会飞出来。有没有很有可能，对不对？是。那最后你就来讲一下大鱼的创造力。我觉得他就只是操作不太行而已。他第一个那个辛巴啊，不是维尼熊盖的还不错，我觉得他盖的还是一只狗，是吗？他盖的那个维尼熊还蛮像的。第二个我就。就不知道说什么了，根本就在混。还能说什么？你已经离开。应该是野心太大了，我觉得他的野心太大了。不是，这个方块画起来就是这么丑。你应该要就是简化，有没有？就是想办法把那个。我已经想办法，问题是那么小又拼不起来。对啊，就是要把东西简化到，就是让人家马上看出来的话，会比较容易一点。来吧。怎么样？来看一下。点散，后退。后退有没有像了正方形？不像啊，再像蜻蜓呢、啊。啊，头很痛啊。像蜻蜓呢、啊。好，这是我的电风扇。正风扇是不是？有啦，有像啦。有啦，不错啦，不错啦。这是它不是圆形的，旁边再拼几片就变圆形的了。好啦，奖励你，请你吃杏仁豆腐啦。耶、yeah, ，好容易啊。奖励你啊，奖励你。他们说多功能未来的电扇，那个电风扇你可以出品啊，大鱼出品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要看聊天室。大鱼出品啊，品质保证啊，你就可以拿。我要出一个未来扇，拿去卖有没有？好啊，聊天室出多少钱给我买？
我帮你盖个100个工厂，再盖个100个嘞。下一棒我们有来宾，咪菲和贝利梅。原来是收二十收，哎，从20开寒假。他们真有爱心的，我觉得你们人很好，对你很好，真的。我们等一下就欢迎我们的大来宾喽。但是在这之前呢，就是 PSN， 就是我刚刚说过，现在因为呢，很多人应该都有 PS4 之类的主机嘛，然后会想跟朋友一起玩。他现在是可以一起连线，除了 Minecraft 之外，很多只要是 PS 游戏，然后同一台主机的话，你只要去使用这个服务，就可以跟你的同伴一起连线，就像是电脑 Steam 的概念，但是它是否PS 的主机，然后那个服务平常它好像是要付费的，所以你可以趁这个五六日去体验一下，因为它是 free 免费的，台湾人最喜欢的不用钱的东西。你怎么忽然拉高分贝？好，那个每个礼拜二还有那个 PS 这个节目 DNA， 对，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新的游戏啊。好了，那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就欢迎我们的两位女神 cos 了，等一下见。